挑战在女友父母面前叫她不同称呼。呀，你帮我拿个充电器。青铜，叫名字毫无反应。谢谢啊。王姐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帮我剥个橘子。谁帮我剥个橘子？快去。亲爱的，啊，吃你的吧，爸爸你吃吗？我们都不吃啊，你也还吃？坐椅子，宝贝，宝贝，我晚上想吃什么？干嘛呢？我爸爸都累了。对啊，你们俩不要在我面前遛弯，好不？宝贝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就给你做。都行，都行，都行，都行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告诉我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喂，这么大的路上吓什么呢？小媳妇儿，你又不做小媳妇儿了。喂，你们趁出去吃啊？注意讲，王子。老婆，老婆，我们晚上在家吃什么呀？哎呦我的妈！走走走走。哎，老婆，等等我。和零零后的恋爱异常。嗯？啊？咋的了？咋搁这发呆呢？你不是自己滑水的那个吗？那我至于多加点设计感，我们这边字太多了，去掉一点，再把定义去掉，要不老会看出来的。我老板要求还不快点。好吗，你自己先去睡吧。那你一个人搞不定，干脆我肯定搞不定。那就让陈助理啊。终于做完了，给幺幺来点厉害的 PPT 设计。谢谢大家，给我的幺幺大宝贝来个六六六。谢谢大家，给我的摇摇大宝贝来个六六六。用啥呀？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很需要不安，很需要依靠。当你女友在你面前唱爱人，跪下。用你管啊？是不是聊你？嗯。天哪！你是女婿，话不拉几，如果你不拉几，我就不能蜜洗。十几个月的摸爬滚打，教会了我，跟女朋友提要求是需要技巧的。青藤，你帮我这个现在洗了吧。自己呢？王晶。哦，这个大衣好好看。好看啊，好看。买吧。买。我明天还想要个女朋友。明天。钻石。还有一种机会是送上门来的，那就是在外人面前。宝宝，我今天晚上想去。去吧。我今天我们一起做美甲，你别找我了。好家伙，连去哪儿都不问。大师，呀，起到了。还有种情况更是所向披靡，女朋友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干嘛？挺好看的，这个黑色显瘦，还挺有质感的。杨，我今天想买个皮肤。天买皮肤，来吧。王者。杨，我跟朋友出去喝酒啊。王站长回来。都是男的。男的也偏要喝酒啊？你们讲点道理，他们好久没见得多，我们别给我扯啊，算了，这个了。那行吧，那我们去网吧玩一会儿，你给我打上去。什么？多少？他们来找我的，我怎么能让他们请客吧？不知道是在干嘛。那你看着，你来的。早点回来。阿妈，拜托我中个岁。女朋友每次都让我打车，这次故意给她送到错误的小区。这是哪儿啊？哪儿啊？搞错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嗯。好家伙，弟子勘探。让我打车回家，打车回家。这到底谁家呀？说不说？接唱了。这啥呀？这是。
当我用第一次约会的口气接女朋友回家，拿着。哎，那个是瑶瑶吗？嗯。哎，别一出来约会就跟我犯病啊！来，拿着。不是，第一次见面就让我给你拎包，不太好吧？你不就是个拎包子吗？碰我手干嘛呀？不要搞了。第一次见面你想跟我牵手啊？不太好吧？不好意思。回来回来。让宝宝拉车门，防止他磕到头。我以前怎么没这待遇啊？我以前刚认识那会儿，我不也这么绅士吗？安全带。嗯 ，gentlemen。那我就送到这了，我明天再来接你。啊？你上是吗？啊？第一次见面就要去你家吗？不合适吧？我爸妈今天不在家。嗯，那更不合适了。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你平时也不见你害臊的。那我喝口茶就走。你干嘛呀？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！我换衣服呢。你这样我不好意思啊！你出去，出去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有。你出去换，你去厕所换，去厕所换。害羞啥呀？你啥样我没见过呀！哎，你流氓的车！让我假装很狼狈心态，女朋友什么反应？提前让兄弟拍照，制造一张通道放门口，然后跟女朋友说兄弟要来住一天，让他一回家就发现物业通知单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嗯嗯，别手偷啊！这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哪见过呀？嫂子，我要换鞋吗？我帮你拿吧。假装搞得很神秘的样子。干嘛呢？啊，我兄弟他眼睛不好，他怕整光。啊？你抱我包干嘛呀？我帮你放钱了。啊！别碰！行。干嘛呢？他做 IT 的啊，我们公司做系统都是他做的，可牛了。哎，你们这扯淡！我打给他。好。聊可好了。啊！你干嘛呀？他骗人家？他是小偷，一模一样。不可能，他人老好了，他就是最近家里出了点事儿。完了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干嘛呀？哎，穿上你穿好了啊！给我干嘛？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从他在偷听的时候，假装自己是业务。我车票给你订好了，明天的，你到那边先给我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钱我到时候转你一半，这卡你先拿着，你先用，好吧？谢谢凯哥。没事。哎。喂，是社区吗？嗯，宝宝，你在干嘛呢？To the top, come on, yeah.